国外打工并没有你想象中的美好。在农场被澳洲的蜘蛛咬，隔天起来说整只手肿跟猪脚一样，手上水的泡大概就跟屎块很大。一到医院，他们就说：“哇，你怎么会拖那么晚才来？”我就传讯息给我妈说：“我好像快死。”我妈就跟我讲说：“哎，那个澳洲绵羊油，可不可以先帮我买两罐？”她一点都不在乎你。在比利时照不吃自老人，我这个阿妈她就会打人的。有一次是她发作了，就把手上在吃的粥丢给我，我刚好接住。今天晚上10点，新大神班。